穿最短的裙子，弹最难的曲。老外听完他的演出啊，都激动的下跪。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叫王雨佳的女生到底有多牛吧。1月28日，来自中国北京的钢琴家王雨佳完成了一场轰动全球的演奏。他踩着恨天高演奏了4.5小时。网友说啊，这就相当于你铲了10车煤，但一口水没喝。400多页的曲谱，王雨佳全背下来了，而且一个音也没弹错。演出结束后，指挥家雅尼克直接跪在地上，对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王雨佳从小就被称为音乐神童，她8岁已经能弹超越10级水平的钢琴曲。当时钢琴教材里示范弹奏的视频就是她录的，她的野蜂飞舞、出神入化的手速，更是让她有了飞指钢琴手的绰号。王雨佳14岁出国深造，后考入柯蒂斯音乐学院，成为郎朗师妹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很多人把她称作女版郎朗，但王雨佳不喜欢这种说法，她只想做自己。王雨佳刚开始因为穿着暴露被保守的古典音乐圈强烈的抨击，但她从来不在乎外界的目光，并且现在音乐也已经替她证明，她就是当之无愧的钢琴女王。好了，我是浪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